师傅，到底什么是江湖？拔剑，感受它。我看到了世间高手，绝世对决，还看到了年轻而绝世的少年并肩作战。来呀！我也要名扬天下。凭你？今日一战，我一定分庭剑破。来者何人？百里，董军。无名小辈，狂妄。要让自己变强，知道最强还不够。大刀闯剑，我看谁敢拦我。有意思，痛快。江湖上人皆有剑，就连狗都有剑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